漂亮。以前人的豪宅，它就叫做 The Great House。悲剧，我们来的时候关了。这城堡里面超漂亮的哦，你看。叫做狮鹫兽，这算是他们的吉祥物吗？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叫什么，一个狮子的那个叫做什么，不知道。以前是长这样，现在 What？ 为什么变这样？巨人的家长这样。家门前有一个这个大草原，那个草原后面这边就是海还是河？海，超漂亮的。谁能告诉我他是谁？说说是希腊众神。他说是什么宙斯啊、雅典娜，还有谁？谁？索尔啊。你说是谁？雅典娜。这个 casino。赌场，家园里面竟然有赌场，美国的海滩，哒哒。这里的沙超细软的，摸起来很软很绵，超舒服的。我真的是傻大眼，我们本来不是在那个豪宅里面吗？然后。小庄就说他要来看，他要来海边，然后看夕阳。结果 ，What？ 对，这里是哪里 ？Turbo 开起来！这里真的是太壮阔了，这里，哇！所以现在都要脱鞋走过去。行了。发生涉水啊！嫁对人了，嫁对人。他们也遇到了难题了。刚刚那两个人是从这里直接这样跳过去，我们两个在搞笑呢，搞笑，搞笑拖鞋走，还擦一直擦不干净。我们今天的城堡行程结束了，他这边下午4点就关门了，现在已经3点半了。本来是想要进去那个豪宅里面，结果竟然因为疫情没开。拜拜。